大家好，现在是2021年7月，广州的疫情已经结束了。我现在在白云区仁和镇仁和地铁站附近，今天带大家去看一下地铁站边上的城中村。据说这是广州最大的城中村之一，那我们去看一下到底现在情况如何。在我们前面就是仁和地铁站 B 出口，有些人戴口罩，有些人没戴口罩。这里停了很多电动车、自行车之类的，人还是蛮多的。地铁站边上是最繁华的地方，像手机店、饭店、酒店，还有服装店都很多。最近天气很炎热，然后你看这个人都穿拖鞋，穿这个五分裤。这里距离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很近，然后飞机的话起飞降落都是能看到的，从这上空低空飞过。这边楼都不怎么高，十几层的楼都很少的，一般也就几层高而已。为了飞机飞行安全考虑吧，应该是这个原因造成的。这里就是地铁 B 出口，这里有很多这种东西拦起来了，马上就到这个 B 出口路口这里了。因为坐地铁还是要戴口罩的，所以这里很多人都戴了口罩。可以看到仁和站3号线 B 出口，下面我就不说话了，大家静静地看吧。
可以。哇！可以。